是小林奶一个，等下再啉啊。宝宝需要营养，没看没腰嘞。吴总，你来吃。我来吃哦，做检查啦。啊，原本医生讲无啥物问题了哦，我就要回去啊。结果我若看你坐伫遮，就想讲过来甲你拍一下招呼。你是来做产检的哦？嗯，是啊。你家己一个，啊，无人陪你。是三件，无少人陪。我相信你嘛听过我的代志，我今天决定要把囡仔生落来，都应该较独立的，至少靠爸爸爱。无怪人讲哦，为母则强，你以后绝对是一个好妈妈。我唔但要做一个好妈妈，嘛要做一个好爸爸，我要给囡仔全部的爱。在艰苦的时阵，会当安慰伊；在予人欺负的时阵，会当跳出来支持伊、保护伊，予伊知影爸爸会当做的，妈妈赶快做一个。好歹势，无代无志，甲你讲遮尔济，耽误你的时间。袂啦，妈你讲啦，母代父职。我相信你绝对会当做了真好啊！啊，不过感情哦，你先吃一寡物件，宝宝不是巴肚枵啊。哦，你是不是在烦恼有人会阻止啊？你放心，有我伫的。若真正有人有意见，我会甲伊讲哦。啊，宝宝哦，巴肚枵想要吃物件，这无法度控制啊。你做你吃不要紧啊，哦，孕妇跟宝宝上大的。嗯，多谢你。囝哦，真艰苦，啊，透透的就较爽快啊。是嘞，我竟然透伫你外套顶悬。不要紧啊，啊，总比你透规身骨较好啊。我倒水给你啉。今天就歹势，外口遮尔冷，我害你无外套通好穿。无代志啦。饮一挂水哦，啊，身体会较快活。多谢你，啊，不过嘛真歹势，是嘞。你唔是讲要母代父职？我甲你讲哦，我们查甫人做代志拢真阿傻哩啊，这小块代志哦，袂放伫心肝内哦，你就莫去讲。以后出来的物件，你拢不准叮当，交给我就好。以后的三件我拢会陪你来。王小姐，你甲你先生会当入来哦。伊毋是，伊毋是阿妈煞陪伊来做三件，那呢应该是小三啦。护士小姐，我即马哦，就从太太入去啊。宝宝已经两个月大，囡仔就会听到心跳的声音，爸爸跟妈妈一定足期待吼。是啊，希望哦是强固来的心跳的声音。我家里的衫掀起来哦。稍等一下。哦，哎，医生歹势啦，啊，公司哦临时有要紧的代志，我去边啊回家讯息。麻烦你啊！
安尼敢要当爸爸转来做伙听？哦，我徛遮嘛听会着啦。医生，早你开始袂要紧。医生，会当开始啊？宝宝发育真好，看起来较健康哦。看起来爸爸就像妈妈哦，不过啊，这两个月大体而已啊，是脑部跟内脏发育的时间，有很多事情要注意哦。这我知影啦，啊，亲像袂用照 X 光，袂当乌白食药啊，爱加补充水分甲叶酸，啊，逐天哦，爱食乌饱、困乌饱，啊，重的物件袂当摕，上重要的就是心情爱放互轻松，莫有家己上大的压力。哦，看起来你爸爸有做功课呢，无简单。但是啊，有一点你漏到去啊，就是啊，虽然讲恁阿母感情足好，但这段时间你都要靠恁来，袂当强帮哦，敢知？哦，医生话你有听到无？卖强帮哦。医生，你放心，我袂有伤过激烈运动。真好，那呢，后一个爸爸就要加跟你阿弟同款，陪太太做伙来做产检。那是一个人来做产检，是足孤单的。我知影啦，我一边的产检，我会陪用太太做伙来。吴总，你哪来？爸，阮的病人拄到，是吴总送我回来。不是啊，咱大家真熟啊，卖客气啦。爸，你，安啦，安尼有好看无？好看是好看啦，啊，不过唔捌看过你安尼装，安尼打扮有淡薄没关系。吴总，等下工地要动土啊，你应该代表武山集团参加对不？我确实有收到通知啦，不过我甲阮爸对伊块地啊，搁淡薄顾虑啊。啊，毕竟之前吼，真正发生伤侪无好诶代志。阮总裁有挂保证，袂过代志啦。不然到电器去遐食个讲。计时已经到啊！今仔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啦，我无通知媒体，只是一个意思啦。伊人啊，一段缘分呢，应该是喜上加喜啊！王客伯吼，今麦过去厝休养啊，我代表伊来参加动作仪式，伊嘛希望今一切当顺顺利利。啊，真好！咁一定要开发这块土地。张晴天啊，在你家出大事呢！我是感觉这煞气应该拢阿袂退啊，阿飞弟啊，土地啊，伫遐食也无可能会走去啊。我是感觉，搁观察一段时间再来决定啊，恁感觉呢？阮爸嘛是安尼想啦，好日子哦，会当过得偌紧啊！啊，这未来城的计划，若一开始执行，迄十年以上的工龄是走袂去。啊，看表一定爱叫你赶紧来动土。大家拢讲好，今日要动土啊，熊熊变卦。是唔相信阮总裁讲的，已经请师傅把这雪气处理好势啊。金妹啊，我唔是无相信江总裁啦，主要是最近发生太侪代志咧，大家总是较慎重会较好嘛。啊，加看你几届啊，较妥当啊。上好看你的方式。就是动土啦，动土若无代志，你就会当证明啊。我来讲过啊，这土地哦，我已经请人处理了好势啊，是安怎？你讲你去怀疑咧？哎，这么好的商机，是安怎不爱开发啊？
而且武山集团嘛，真需要这个工程呢，会当让因的股价会阁撑起来啊，敢不是？唉，无唔对啦。武山集团哦，经过遐尼侪打击，即马开始真需要和投资者啊，阁有股东对有信心的计划。计划开始进行，投资者都有信心嘛？我个性恁真了解，有啥就讲啥。未以为钱，还是讲个人的利益。我相信阮总裁讲的，就是因为伊讲处理好势，就是处理好势啊，唔免怀疑。你即马是伊的助理，干部助理会讲家己的头家是无多信任的？王文金啊，你较早都要这尼啊搞话啊，阿兄啊咧讲生意，你嘛无可能跳出来赞声。啊，你即马是安那？态度向变到这尼积极啊？伊的身体还未恢复，我尽量替伊顾。总裁专工回来，就是为着要动土的仪式。仪式完成了后，伊通放心回去新加坡继续看病。啊，恁即马雄雄改变，咪在增加伊的困扰。不要紧啦，恁若是有怀疑吼，我照进前的约束，一个怪手吼，我来开。有煞气，我来动；无煞气。大发大财，你看安怎？高总裁，卖保险嘛？我家无这个险就知影，无这个危险啦。我即马就来开这台怪手。我身体还未恢复，搁要打这个煞气，万一若是动袂着，还是要安怎？总裁，你需要休养，过来就好。金妹啊，你是在创啥啦？危险啦！进来啦，哈，金妹啊！哦，你咧讲袂听啦！万一若出啥物代志，我想要向亚杰交代啦。哎呀，好啦，好啦，好。那真正安怎哦？你着叫亚杰改当个细路，换你做因爸爸。哎呦，你听，你真正一开嘴哦，拢无啥物好听话啦，你。现在已经动土了，我人站在这里好好没事，这样大家可以安心吗？真的没出事。以前哦，我亲眼看过过老爸，只要一动土就马上出事，跟这次的病情完全不一样。江总裁，不怪你这么有信心。我来给你挂保证，就表示没问题啊。我敢要替家己性命讲算账，啊？辛苦。啊，既然已经动土啊，那呢，还是照计划进。好啦，啊，这知的啊，有人替咱动啊，钱咱搁有通赚，安怎算嘛会好？仪式要开始，来啊！